开游戏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ck， 我是 Daddy， 今天再来玩这个神奇宝贝模组啊。那个我们还是在雪原是吧？上次在这清理了一些火箭队啊，是不是？刚才我又看，哎，真的又有火箭队，摔死我了！这边真的又有火箭队，可以继续清理他们。火箭队每集都有，每集都有。我先不打他吧啊。嗯、然后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那个什么，有个神兽叫雷吉奇卡斯的。嗯。有好多观众表示说这个模组里面有，然后有好多观众表示说这个模组里面还没有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得验证一下，是不是？嗯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应该多在这待一点时间，争取能刷一个出来。嗯，我查了他的种族值，你猜是多少？对啊，670，只比六空座少10，跟古拉多是一样的。哦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这个模组里有他的话，我们应该在这多待一些时间，甚至把这个神兽调那个刷新率稍微调高一点，是吧？嗯，能刷一个抓一个的话就最棒了啊。嗯，好，那这样的话你来吧，你平常玩创造模式比较多，嗯，你来切创造，然后弄一个宝可梦箱。然后那个输入那个雷吉奇卡斯看有没有他啊？好，嗯，然后对了，还有一好多那个神奇宝贝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宝可梦，还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的，你也可以验证一下啊。嗯，好的，然后就是我的纽拉，大家说这个特性啊，它是现在是减了攻击加了特攻，这个没用，应该是加攻击才对，因为纽拉最厉害的就是它的攻击和速度，所以加攻击和加速度比较好。所以呢，我再去找个纽拉啊。来，箱子，先来测试一下战斗飞鸟吧。战斗飞鸟啊，嗯、可以啊。战斗飞鸟，我也比较好奇它到底有没有。对呀、啊。来测试一下战斗飞鸟，纽拉，纽拉先不练了，怪力了。输入法调对了。对了。呀，可以啊，正好练习一下你的拼音啊，嗯、看看你的拼音水平怎么样了。纽拉，没有纽拉，战斗飞鸟是没有的。我看你输对了吗？你还没新增呢。哦，新增不了就是没有是吧？对。哦，战斗飞鸟是没有的。嗯、那还有谁啊？你能想到的？哎，火箭雀有没有？火箭雀可以试一下。你试一下看火箭雀有没有？嗯。我觉得火箭雀在那个神奇宝贝里面表现相当不错啊。嗯。如果是有的话。单挑过火焰鸟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没打过，他单挑火焰鸟并没有打过。没打过，但是他进化成烈剑翁了。嗯，还是。烈剑翁就打过了。感觉很强大的啊。嗯。烈剑翁也没打过。是吗？嗯。他被火焰鸟喷在地上，然后火焰鸟飞走了。哦，火焰鸟不打他们了。好、哦，你赶紧来试试看有没有火箭雀。那我还是调个晚上吧，这白天不刷。哎，我这有个箱子，一个宝可梦影片。影片？影片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。哇，影片可以干嘛？不可以携带。我看右键可以。右键呢？可以看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。地上也不能放。左键呢？左键是攻击啊。影片难道放在有影片播放机这个东西吗？不会吧，哇，居然有个影片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，先留着吧。没有火箭雀也没有。嗯，好吧，那你还想测试谁啊？那还有就是那个雷什么的、那个、雷吉奇卡斯啊、哦、我看能不能拼出这么多来。雷吉奇卡斯才、输进去了。是第一个吗？我看来雷吉奇卡斯就是他。哇，你输的很准确。新增有，真的有哎！来一个看看长什么样。好，我雷吉奇卡斯，哦，很帅，嗯，很帅。来，删掉吧。好啊，那我神兽刷新率稍微调高一点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刷出一个雷吉奇卡斯来。先治一下。神兽生成率，这个改成0.3，改成0.6，然后这个改成10000来着，是不是？我继续去找火箭队了。这个改成1000，好，你继续刷火箭队啊。火箭队，好的，来完成。好吧，雷吉奇卡斯，你是什么时候刷新呢？晚上还是白天也不管了，来吧。好，我赶紧再抓一个纽拉。回忆者，对了，你帮我盯着回忆者，我要给卡比兽回忆梦话。哦，好吧，等一下啊，我来提醒你啊。我这有谁可以？纽拉可以回忆什么吗？没什么。其实没什么是吧？纽拉，我这个纽拉不想练了，我先不回忆他了。提高自己的攻击和防御。来了，好吧。哇，他一直没动，他一直站在原地没动，这家伙。水流火焰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什么问题？那个警察带的宝可梦只有狗。哦。你想想是不是？要么是那个黑鲁加，要么是卡蒂狗。卡蒂狗或者风速狗。嗯。是不是啊？也就是说，警察只带那个警犬。哦。他没有其他宝可梦。我们今天再打几个警察验证一下啊，看他是不是只带狗。我们看看啊，哇。火箭队好多呀，刷出来。长毛猪。哎，警察，看看警察是不是只有狗啊？嗯。12级的小警察。双倍凤凰。12级的小警察来。双倍凤凰。
莱尼副手哦，他是莱尼队长的副手，然后他是不是布鲁啊？不是啊。哎呀，上次的都全是狗，怎么这次的开始有其他的了？对呀、啊。戴卢比，你看戴卢比来了是不是？嗯。难道布鲁黄也算狗？不会。你看他戴卢比不是那个狗吗？是不是？嗯。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？我这次血太这档时间了。雷吉奇卡斯。奇卡斯，我们其实总的来说在雪原待的时间非常的少，所以他没刷出来也是正常的。嗯，像裂空座什么，我们天天在家里面也是过了好久才刷出来的啊。嗯，所以我们要有点耐心，一定要等一个雷吉奇卡斯出来。卡比受伤，在这期间我要先抓一个纽拉，还在睡觉。梦话逐步击破，那就赚了是吧？没错，梦话逐步击破比那个打鼾要强多了。嗯，梦话。你终于找到这个卡比兽的好招了。哎、睡觉，睡着。哎，我这怎么没有纽拉呢？今天。又暗杀压顶攻击力是多少来着？85。85相当高了啊。嗯。好大的雪呀、啊！难道下雪天不出纽拉吗？关一下呗。我怕那个谁，我怕雷吉奇卡斯是下雪天才出。哇。雷吉奇卡斯不应该是打雷天才出吗？水泡。水箭龟学水炮了，很牛的。水流尾可以踢掉水流尾吗？这要踢掉加农光炮啊！加农光炮，钢系的技能留一下吧，说不定有用。哎，这个警察也用布鲁，是不是啊？布鲁看来算成狗了，布鲁黄和布鲁。嗯。水之波动换掉，好，扔掉。来，这个警察呢？这一下。你好。看他是不是也带着狗？风速狗。果然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们只带狗类的，也就是这里面是把那个布鲁皇算成一只狗的。嗯，原来布鲁皇是狗，大家也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想到啊。报复，今天没有纽拉哦，现在是白天了吧？因为下雪所以天不是很亮。哦，我来一个啊，梦话晚上，这才像晚上的样子。梦话逐步击破。好，大冰鸟，你现在主练卡比兽了吗？对啊，我运气好好啊，刚才梦话泰山压顶了。哇，太帅了，又一个雪莉怪，雪莉怪，好。哎，我这怎么都碰不着纽拉了呢？你是在树林里吗？不在。哎呀，我想换一片树林，我这片树林没有。哎呀，不行，卡比兽快要不行了。冰冷岩石得了一块。皮卡丘专打火箭队10万伏特。对呀、啊，你就给火箭队就应该用这个皮卡丘来打，这样才符合。10万伏特。有没有秒了？有没有给他们打出好讨厌的感觉来啊？秒了！打完了必须得喊好讨厌的感觉才行。好讨厌的感觉，一个纽拉都没有。这我需要纽拉的时候，一个纽拉都没有。你那边有没有树林？我要TP你的树林。有。好，我要换一片树林。是不是下雪天纽拉不出来？不会吧？反正前几次是没有下雪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来乖。交换者，哥达今天太奇怪了。纽拉！啊！我来！我刚刚有关，看来不用关。纽拉在哪？看见了，小纽拉，你已经变成我的囊中之物了，纽拉，33级的。嗯。背包，仙击球。哎，怪力没治啊。没事。啊，没事，怪力也不能出招，随便一出招他就完了。他用了围攻，但是他只有一个人围攻我，岂不是很没用？对啊，来，我换个这个不厉害的人啊，嗯，比如说用纽拉来对他。这33级的纽拉对33级的纽拉。哦，我用一招围攻他死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金属爪吧，也打了他好多。我不能再一个金属爪就可以了，再一个金属爪就死了。没有吧，你看看这可以一半以上了。好吧，再用一个冰冻之风吧。啊，冰冻之风打得少。嗯，这可以。秒了，他用了什么？哥哥，我给你留一口气，你居然这样对我。水箭龟不能忍。但是我真的不能再摸他一下了，再摸他一下他就肯定是死定了。那我先逃跑，再试一下仙气球吧。好，居然逃跑失败。啊，水箭龟居然逃跑失败。哦，你别跑啊，我先治一个，再试一下仙气球。小纽拉别跑。小纽拉速度果然快。背包精灵球，来仙击球，抓他！我希望他的性格这次好一点。挣脱，好，还是换上我的纽拉。纽拉对纽拉，他用魔爪攻击力提升，命中率提升，好危险的样子。金属爪，然后他的围攻，他用围攻没关系，但是我现在又不能打他了。冰冻之风，
速度下降，冰冻之风速度也不知道，哇，他又是这样秒我。嗯。Oh no！ 算了，我用那个回合球吧，计时球吧。嗯。先用高级球来扔一下试试。他黄了。他黄了，抓住了。哇，没红就抓住了。高级球偶尔还是很厉害的啊。嗯、那我回去看了啊。嗯。哎，好像是输入 PC 指令就可以看 PC 的。哎，不能不能吗？不能吗 ？PC 指令，哦，不可以的。好吧，那我还是回去吧啊。我新抓到的纽拉是什么？减速度，减速度加特防又没用了。Oh no！ 我要抓多少纽拉才有一个好用的？走，我再去你那啊。还有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聊。还卖不了，哇哇哇！哇，全捡上了。你扔的那堆东西，我一个不落，全捡上了。好，我决定把血关掉。雪天不太容易发现马纽拉，纽拉和马纽拉。嗯，马纽拉应该不刷吧？我想。马纽拉，哦，对，马纽拉好像是要怎么进化才能得到的？真果球。果然翁。真果球抓住我了。我发现果然翁必掉邮件呢。是吗？质问邮件。来，你火箭队扎音，你的神奇宝贝将在黑市上被换成很多钱。哦，他抓了神奇宝贝是去卖钱的。好吧，让我来干掉你吧。你小样的嘟嘟力是吧？他只有一个神奇宝贝。海神亚丁，有啦有啦牛牛啦。有吗？有。哎呀，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，交给我。真果球。真果球。哎呀，看着纽拉点啊，看着纽拉。哎呀，他又有结实特性，哎，他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哦，这已经啊，看着他啊。好。好，不要让他丢了，朋友。OK， 小纽拉。小纽拉，我也要吃背包。我也要，哎，仙气球，纽拉。哇，我要抓十个纽拉才有一个特性好的吗？挣脱，好纽拉，我用我的纽拉啊，给他打残，哎、打残血。他说不定秒你。金属爪，哎，但是再打一下可能也有点危险，还是冰冻之风吧。哎，啊，他在一直在提攻击力，他这下就用一下金属爪我就完了。果然，但是我在冰冻之风打红，打红了，打红了。好的，我换人，换人，这下高级球就行了。嗯。好的，你完了，小纽拉，你完了，纽拉，变成我的囊中之物吧。高级球，挣脱。啊？没关系，他打不动我，我这个级别比他高太多了。高级球，又挣脱，又挣脱，高级球。这好歹比你上次仙击球抓神兽好。啊、嗯！仙击球抓神兽是你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挣脱了，挣脱，挣脱的奇快无比啊！嗯。哇，这也挣脱了好多次了。哇，是不是这个性能特性格越好的越能挣脱啊？火箭队。说明他性格非常好。这个是小四郎。挣脱。我再扔两个高级球，我就准备扔计时球了啊！嗯、来吧。挣脱，又出这个问题了。对手又挣脱，自己比对手越重，威力越大。啊，不会啊，卡比兽很重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但是你那个逐步击破和泰山压顶都比较好。泰山压顶。计时球，哇，我这怎么了？能不能恢复了是？哼，这能不能恢复了还？击破，挣脱，再来个计时球。挣脱。这个纽拉有什么特性吗？属性真的相当好啊！哇，这个纽拉真的是，我觉得要么现在是出 bug 了。不会啊，以前抓纽拉没那么费劲是吧？你看看现在不管是什么球，必定抓不住。嗯，高级球都要用光了，计时球也用了那么多。大师球是不能用的。大师球肯定不能用给他呀，大师球。嗯。大师球走，计时球，这都多少回合了？对呀、啊，哇，这个纽拉肯定是出 bug 了，又挣脱了。好，我最后一个计时球啊，这个球如果抓不中的话，我就干掉它了。挣，哇，抓住了。哇，我是最后一个的时候抓住了。果然是最后一个才管用啊。啊，果然是得最后一个才管用啊。哇，好神奇的事儿啊。火箭队，赶紧回去。哇，海神亚顶。来，纽拉，你是什么特性？让我看一眼啊。纽拉，减了攻击，加了防御。Oh no， 又没用、啊！我抓了好多没用的纽拉呀，
现在开始，我决定用皮卡丘打火箭队。好，一定要给他打出那个不一样，什么样？好讨厌的感觉嘞！一定要打出那个效果来。五脏。嗯，是五脏吗？是。史蒂万福特。真的假的？不是，我看他头发和外形。头发颜色像。嗯。继续十万。哎，对你有没有调回生存模式啊？调了。啊，调了。是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刚才切创造有没有调回？我拿了就调了。他这么多。宝可梦，那边好像有一只。什么？果然，不是。果然。翁，不是果然翁。果然不是翁。这边有一只海狮，哎，这有只果然是翁。果然是翁在跟那个小海狮打，你能不能打得过小海狮啊？当然能。哇，那边着火了，什么东西着火了？他可能使用了铜命。刚才那是什么着火了？刚才有个雪莉怪在那边掉岩浆里着火了，可能。哇，他俩打好久啊！哇，你俩能不能打得完了？果然翁竟然败了！果然翁被小海狮给灭了，我天！这都哇哇哇，这烧的，好惨啊！雪莉怪着了！哎呀，被烧的好惨！帝王拿，好小的帝王拿波！哪？哇哇，跟波加曼似的，小海狮。跟波加。神兽。River。啊 ，River！ Oh no！尤克西啊！啊，哎呀，我还以为出现了雷吉奇卡斯呢。我以为也是啊。哎呀呀呀，可惜了。来，三圣姑我也练练级吧，在哪呢？三圣姑。你不没那么好找，他那么小。马牛拉，不是牛拉，只有七级啊，啊七级也没关系啊。只要性格好就行。但七级摸也不一定啊。那就不摸，仙气球，现在仙气球有这么多，来吧。七级仙气球应该一下就抓住了。对。来。抓住了。对，就应该抓级别低的，是吧？这样可以省球啊。嗯。我们主要目的是要看他的性格。而且亲密值也高。嗯，只要他性格好，这个练级很快的啊。嗯、来，统计。加了速度，减了攻击。哦。那为什么总是差一点点啊？每一回都差那么一点点，每一回都不行。每一回都不行啊！我已经抓了好多牛拉了。我要组成牛拉军团了。你已经抓了不止六只牛拉了。绝对不止。牛拉。哇，33级的，你级别有点高。来了。对于这种级别高的，我就有点不太想抓。是吗？竟浪费我的球。浪费你的球。对呀，又不好抓，不是浪费。你看，瞬间就挣脱了。不行，我现在那个仙气球最多，我得争取用仙气球抓它。哦。其他球太少了，现在。计时就在冰上的妙蛙花，计时就只有四个了。嗨，在冰上的妙蛙花，仙击球，他被冰系克呀，他竟然刷在雪原，挣脱了。哎，我这样逃跑之后应该再打还算第一回合吧？计时球，哦对对，我想起来，大家说那个什么，直接拿计时球扔就行了。啊？直接拿计时球扔就不需要跟他对战了。火箭队，不是啊，仙击球，来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抓住？挣脱了，挣脱了，然后再扔，哎，没人中，我再扔，哎，又没人中，哎，扔中了，果然翁，来，好像说跳四下就是抓住了，啊，又挣脱了，啊，哇，这个家伙也太能挣脱了，好，再来，我的球呢在这儿，又挣脱了，果然翁，这样是不是发挥不出这个第一回合的效果来啊？可能是，这边有个疑似五脏，什么？疑似五脏。那个紫色头发的，哦，来，五脏你不打他，来吧，我在抓纽拉呢，又挣脱了，都是瞬间挣脱，嗯，我的天，所以这种纽拉不可抓，我还是跟他对战一下吧，来背包精灵球，仙击球，看这次有一个管窝，管窝不稀有啊，抓住他，啊，又挣脱了，不行，级别高的实在是太难抓，直接劈死他得了。我来个那个十级以内的，谁抓我了？真果球，真果，十级以内的也不是说的你啊，17级的牛拉，哎，我去，不是十级以内吗？17级的也可以试一下，来，直接用仙击球扔，球呢在这儿，抓住它，冰，挣脱了，再来一个，这么抓到底行不行啊？算不算第一回合？应该也算是吧，啊，不行。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如跟他对战好。嗯，来跟他对战，然后再来第一回合。哎呀，他被闷了。跟你对战。这个纽拉好像从来不主动跟我们打的。
他一直在逃跑，感觉。小磁怪从来都是主动跟我们打的。哎、抓住了，果然还得对战的时候感觉好一点，直接扔球好像不算第一回合。好、哦，这个牛拉，你是什么性格？哇，我有这么多牛拉了，一牛、二牛、三牛、四牛、五牛了，六牛，我身上还有啊、哦，现在是六个，七牛，这边还有一个呢。这个牛拉是什么都不加，什么都不减，实在不行就得练这个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我身上带这个不好，然后这个是加攻击减速度，好吧？那要不先这么些吧，我已经有这么多牛拉了，回头我线下再来抓牛拉吧。那我们今天的对战吧，好不好？开始今天的对战环节。哎，你现在什么阵容？我看有没有得打呀？果然风、暴音怪、蜥蜴王、金属怪、那个皮卡丘、卡比兽。没得打，我这身上还有俩蛋呢。俩蛋应该没得打是吧？但你有怪力呀、什么的。那我回去换两个不厉害的来吧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都回去吧。好久没回家对战了，走，回家对战。回家要换最强阵容吗？不用换。我再换两个不怎么厉害的就行了，比如说弗雷托斯不行，尤克西，这五十一级允许不？允许。好，我来带个高等级的了啊，找王。嗯。啊，巨爪怪。啊。好，来吧，对战开始。等一下，你踢掉是蛋啊，那你的纽拉呢？我纽拉还在呢。哦。纽拉不踢了。对啊，大家提到说能不能把这个水箭龟招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我再骑到水箭龟身上去。啊！居然可以、啊、看不见你先 kill。 哦，重生，我的水箭龟还在吗？还在，但是我卡了。来吧，你先说吧，你比较厉害一点这次。我先。你整体实力强一点。我先的话，蜥蜴王。蜥蜴王草系我得用冰系可。我也没火系啊，冰系啊，我也没有啊。纽拉呀、纽拉有点太低了吧，来纽拉上。纽拉太低了吧？来吧，战斗确定，冰冻之风。让我看啊，飞叶风暴。哎，还算是打动了。那飞叶风暴呢？秒了。Oh no！ 那我得用级别来干掉你这个。哎，我可以用飞行系来打他。嗯。是不是？对。勇鸟猛攻，勇鸟猛攻。飞叶风暴。直接勇鸟猛攻。好的。虽然我有点反伤。那叫有点。一点点啊！你换谁？那我也得从级别上克制你啊。暴音怪是吧，普通系的。嗯，普通系的暴音波近身战，对，格斗系克近身那个普通系，暴音波好强耶。哎，我换上水箭龟了，果然我升级皮卡丘升级。水箭龟也行啊，给你个水泡你就完了呗。火焰牙，水六尾就足够了。哦不对，火焰牙贝克，我想错了。哦，你对水系用火焰牙了你。好吧，还好你用错了，让我解决你的暴音怪吧。来，没打动啊。暴音波，水流尾，哇，白挨了一下暴音波，刚才那一下没打动，你躲避了是吧？对，卡比兽。哇，我的水箭龟没有回血的技能，这怎么办？对呀、我应该用海沙亚顶。我应该用什么？加农光炮，卡比兽，火箭头锤。火箭头锤第一回合是提防御力是吧？对，我直接水泡得了，来水泡，我海神压顶，没打中，水泡，睡觉，好，回，哇，耶，太赖了，水泡，躲避，哇，耶，卡比兽太赖了，好，我只能用我的怪力了，好，怪力是吧？报复或者十字劈，报复。梦化泰山压顶，耶！报复秒，哇！格斗系，来吧。那我也得从级别上克制你，虽然皮卡丘是不是？虽然血有点低。十字劈，十万伏特。十字劈，哇！太棒了。那完了。爆裂拳，才五十。必定使对手混乱，但是命中率很低。爆裂拳得配合那个心之眼。对。是不是？我上次也是的。那先不学了，等有了心之眼再说。那我就完了啊！你换谁？金属怪啊！金身强电！哇，只要我能先出招，我能秒你。格斗系克钢系，只要我能先出招，我就能秒你。但你肯定先出招。十字劈！你先出招。我先？怎么会呢？因为你巨金怪速度快呗。巨爪怪。好。巨金怪应该怕。哎，我这有格斗系技能哎。金身强电。臂锤。没秒。
臂锤，金身枪念 OK 了、啊、你还有谁？果然王只剩他了。臂锤，铜命，铜命，哎，下一回使出来了，还管用吗？我再打死你啊！当然管用。能有几回合管用啊？无数回合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我也得干掉你啊！啊，果然同命了。嗯。好，你还有人吗？没了。好，那我赢了。嗯。我还有一个尤克西，我还剩个神兽，神兽没出呢。嗯。好吧，还是格斗系的比较克你，我发现啊。对。格斗系的挺有用的。行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吧。好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